我是马祖人，从小就在这边出生，念完高中，然后到台湾当政客，当了16年，现在的身份是流浪汉、无业游民。这边比较小小的一个茶区，所以这个就刚才讲的，那就是那边是坑道代表战争，这边茶道代表是和平，所以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托尔斯泰走廊，那现在的空间就把炮阵地转化为柔性的啊，一个小小的画廊。每个人都是觉得我神经病，但是至少还是有人跟我们对话。每一本书都是你的朋友，所以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孤僻或者比较孤单。对我来讲没有，我是心里是很丰富的，我是灵魂的贵族。我外面看到世界是一片平静，内心就像海一样波涛汹涌。年轻的时候向外面追求，到了一种老年的时候就向内追求。这是一个看起来像不像一个独立的王国，自己在这边随时可以，就像孟克的呐喊，心情不好的时候把那个声音叫出来，那也就是用心理治疗。所以那边我刚才讲那个地方走阶梯下来叫做生命的入口，屋顶上去出去的时候叫灵魂的出口。在我们的生命的余生是要寻找一棵树，那我自己是个刺鸟，这一棵树它撞到那一刹那，它的声音是最悦耳的。对我个人来讲，这个地方当着一棵有刺的树，我希望我听到我最美妙的声音。